好多艺人主持人跑到大陆去发展了，小 S 有没有可能进军大陆呢？之前大陆有媒体就这样的报道说，小 S 要去大陆主持亲子节目，而且他的主持费每一集大概是486万台币，真的是非常高的价钱。不过小 S 的妈妈就说啊，小 S 现在的生活重心就在三个女儿身上，她说三天没有看到女儿啊，小 S 就动不了了，顶多去大陆拍个广告就要赶快回台湾，所以目前是不会考虑到大陆去主持节目。